这也是联合国的联合国番茄。台湾的农民呢，从世界各地引进16种颜色、42种品种，在这个新竹整个成功的量产了。嗯，这些内容非常非常的精彩，里面呢不乏了一些遥远的非洲啊，跟南美洲的，对，各式各样的一些品种。嗯，像我们看到比较特殊，像这个好了，你有看过番茄长毛的吗？绒毛的，水蜜桃番茄，因为水蜜桃外面有绒毛。嗯，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比较特别，荷兰来的，荷兰的柠檬番茄，因为它长得像柠檬。像，然后还有一些颜色上比较特别的，像这个叫黑美人，它就是颜色比较深，紫黑色那种，很漂亮。今天呢，联合国番茄，就交到我们主厨的手上了。阿吉师好，谢谢。这菜名叫做什么？茄中鲜，酱人间，国泰民安。那挑了一个法国番茄、意大利番茄、荷兰的番茄，还有改良种的葡萄。葡萄番茄啊，还有黑美人番茄。来，怎么做？请。好，那我首先呢，把这个头呢，我会地头先切掉。切到这个当中呢，我会把我们草根性的吃法。浇导油啦，哈，问你阿咸啦，哦，然后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做法呢，我会稍微做一个落差。那阿克蛋起家，好林起家，好龙甲伯皮都丢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些切完了以后，我现在下油锅啊。哦，马上。它马上就脱皮了。油温要高吗？油温要高，整个就脱皮了。然后脱皮了以后，我放在这个有生油水的条件当中，麻烦你们协助我把皮给扒掉，好不好？好，皮扒掉这个动作。那现在每一种番茄我都要经过这个流程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这个呢，刚炖的哦。联合国番茄啊，带的菜名叫什么？韩风番茄海鲜蒸肉，好吃。那是番茄吗？这是番茄，这是南美洲的一个白玉番茄。这个呢？啊，是红樱桃番茄。没有的番茄还没有重复，是不是？对，不一样啦，多用心呐。是是是。韩风的怎么做？起开始。好，虾米的部分先把它打一下。哦，帅，好棒。哦，对。来，跟着我一起。哦，在一起吗？对。3:1。对，3:1的量。姜泥的部分也把它剁进来。姜。这样，对，需要一大汤匙，差不多。这样加点芥末就好了吧？这个感觉很害怕哎。这个部分把它融在一起。他刚刚跟我说，吴师傅，你等一下要弄什么，我来帮你切，我很厉害。来，帮我切一下，好看看。对啊，你来切吗？大家就像刚刚一样，对。丢丢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就不一样。哎，不错啊，帅呀，帅！哎呦，不需要这样。好了好了，这太多了，这就不帅了，真的是。认真，认真 ，overreact， 对对对，夸张吧 ，overreact， 认真帅。大师进来，辣椒，过来那个米酒，米酒是这个吗？哎，你知道，哇，不错，哇 ，you're so smart。你们开玩笑吗？就我的部分都知道。你知道他是韩国人。他是韩国人。妈妈是韩国人。啊，妈妈韩国人啊。我以为你知道，所以你准备那个我的泡菜。哦。对吗？他真的看不出是韩国人。对，他是一半混血。妈妈韩国人。妈妈韩国人。爸爸是妈妈的。他妈妈很可爱。这个肉酱已经很精彩了，但这肉酱要怎么呈现呢？这个等一下会还是肉饼还是什么？它算一个肉饼，可是我把它煮成一个大饼。樱桃番茄会把它对切，一半吗？啊，对，切一半一半。我会，你会，全心我会做。你会。OK， I love you， 快点哦。那你们就慢慢切番茄。我们的番茄皮已经扒光了，我们看番茄。OK， 来这里，哦，这个好吃。您记下了哦。现在准备要试试这个东西。题目是蒸出马铃薯，蒸烂了以后，帕玛森剁碎了放里头。那这边呢，留一块大片的压在这上面，最上层再压一片的起司。那你下面那番茄是什么品种？法国的，那就这样子放到烤箱里面去焗烤。那这边呢有糯米粉。哦，我知道，他还把番茄包在里面，就是类似心太软这样子。哦，那这边呢，麻烦你有戴手套帮我抓一抓，抓一抓啊。那这个马蹄本身呢没有味道啊，我把新鲜的凤梨
切进来。现在就好奇的是，阿杰是会把每一种不同的番茄怎么样表现？我这样子一个，我切开两边，双啊切双开啊双开刀。那这边好了以后呢，就麻烦你们帮我哈，大概一球的分量，搓成圆球，好不好？搓成圆球以后呢，轻微的压扁。啊，压扁了以后，麻烦这边有这个凤梨切好的哈，你上面夹一块，下面夹一块，然后放到这个啊切瓣的当中。还算挂包。哎，还算挂包。对。那我待会儿会用脆姜去炸。那马上你们看像 cheese 一样。哦，那样油是不是？你刚好，那我们待会儿回来。好的。我是烤鲫鱼。所以你要做那样千层面那样。啊，对。有点像法式肉饼也像了哈，嗯，一层一层这样，一层一层把它放上去，哦，直接撒，漂亮哦，办了哈 ，Magic， 好了，我们带回来，来这里请，那这边是 parsley 切碎末，这个是低筋面粉，那我可以有调一点点的水而已，那这个是红葡萄酒，哇哦，酒哎，多一点吧，啊，来，我现在这个呢，等一下我稍微炸过以后，我会再用红葡萄酒跟味淋煮出一个很浓的寿司去浓缩。OK， 哦，温度不必太高。哦，很低温呢。哎，就是中低温就可以了。来，葡萄酒，味淋，哎，一比一吗？啊？没有，不用。九二。对，我现在稍微让它外皮凝固了以后。我就移过来这边直接收汁了，不用炸太久。那现在就收汁啊！你看啊，一收汁颜色变得更鲜红了。哇，这么漂亮！那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呀，漂亮，真漂亮。好，那接着下来，这样子挖出来放进去，用汤匙，对，用汤匙，对，就这样子，没错。不错。捞起来，然后麻烦。你拿个剪刀，旁边这边呢，帮我用修饰一下，弄干净啊。好，这个粉浆也是，就是一般的蛋粉。那这边呢，会用味淋去烧，就是把它做成好像。不能再加脆浆粉了，对，因为我们加面粉跟蛋跟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给我拌一拌，我给捞起来以后放到我这，给我收汁。就这样。这个颜色 OK 吗？OK， 来放到这里来。好，谢谢。味淋一点点的糖，还有酱油啊，就把这个汁类给收干。好，可以了，倒出来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好。还拔丝哎。对啊，因为那个米粒很少看到右手拿筷子，左手拿叉子。少很少看吗？长得很帅。帅吗？嗯。我也会。好多颜色啊，好极了，茄中仙降人间，嗯，国泰民安完成啦，番茄，来祝福大家。